这雪芙蓉的妖灵果然非同凡响，小雕，刚刚我似乎隐约看到一个人形。哼，那可是雕爷还未丢失修为之前的样子，待雕爷修为恢复，小炎，太好了，小炎也提升了。 小炎，你真是太棒了！想不到你这纯虎竟能凝结出妖灵，切，又让你沾了雕爷的光。哼，嗯，怎么，纯虎不服气是吧？那就跟雕爷比划比划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们该出发去大奎城了。 小子，你是要去阴魁宗？祖符既是被阴魁宗宗主取走，我们自然应该先从那里找线索。嗯，话是不错，但你以为藤磊会打开大门请你进去？说不定他真会打开大门迎接我呢。我们走。嗯，你这蠢货，小炎。 小蝶、小炎，你们总算出来了。小子，我们快走。有祖父的消息吗？哎，这里没有，快走。好吧，我们走。哈哈哈哈！老夫只是闭关一年而已，现在连一个无名小辈也敢到我阴魁宗撒野，半步造化境。 小炎，小炎，你没事吧？这是，原来这里面都是涅槃丹。 难怪琳琅天那家伙拼了命也要抢回去。小子，面对这等强者，我们没有胜算的。事已至此，唯有一搏了。那雕爷也只能陪你搏一把了。你。啊 魔猿变，天灵提法，天龙戟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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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身的原力都无法击破。伏魁，真是太强了，看来只能试试那招了。你大荒求天指，承受这门武学，什么？不好，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。你为何会习得本宗的秘传功法？说。师尊，弟子拜见师尊。天泽，想不到你还留在此地。守护宗派，弟子一刻都不曾忘记。老夫已将祖符的意志传给了这位少年，你就不要为难他了。弟子遵命。天泽，你做得很好。多谢师尊。前辈，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你既是师尊的传承者，还望你能好好利用宗门的遗泽。晚辈谨记。这云谷宗派的信念着实让人佩服。小雕，小雕。灵动，雕爷，您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？啊啊啊！那守护者呢？他已经走了。啊？什么？走了？我们也尽快离开此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跟雕爷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这个嘛，说来就话长了。现在就给雕爷说。你说大荒古碑的出口还能用吗？小子，别卖关子了，现在就说说。我们终于出来了。小子，
接下来怎么安排？先提升修为，然后便是找回祖符。